18日，中国世协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全体工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，并公布首批中世协双新委员会名单，包括电视行业各领域新文艺群体个人21人，新文艺组织26家，其中主任林永健、副主任龚宇、侯洪亮、佟丽娅等，委员王凯、孙俪、李沁、李一桐、宋佳、张若昀、张碧晨、陈俊毅、沈岩、陈晓、罗晋、易烊千玺、柳长生、贾玲、常石磊、周笔畅、周燕、黄伟明、黄轩、温豪杰、谭松韵。